一个面啊，还有我做了。哦，对，我刚刚说要找到什么树洞，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玩。大概为什么六面地图会玩到快三个小时？好久、哦。所以这些其实就三块地图，但是就是六面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对啊。顶多那边刚刚在三四的时候有多一个支线的关系。对，好，各位玩家，我们就不要剧透哈。各位玩家，如果想要了解剧情，要自己去找来玩。大概可以。而且在这边很可怕哦，在这边你要移动的时候会有乌鸦攻击，所以如果你在这边丢移动闪丢到一的时候啊。乌鸦就会扑来攻击你，就会扣你一血，而且那滴血不能倒，太狠了吧！这我们会不会在最后一张就走完八阶、啊？是不是有先说好像先帮我们补血？有对，好，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刚会以满血，几乎满血，只是小会扣。70大家算一算，总共捐了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70收集下来，记录一下。没有，就直接大家70收在一起，然后看付钱买血，付钱买血，对啊，对，因为反正大家都，你可以回几次，你可以回几次，四滴血回到四个70回，是两个70回一滴，是不是？这样这一关要冲到哪里？冲出去是不是？冲到这个洞，冲过去就可以了吗？对。然后，但这三只要打死。好，那有什么问题？但是因为那三只在移动的时候，他们如果指出一，也会被乌鸦咬。他们也会被乌鸦咬。乌鸦就是不分敌我，它就是只要你指出一，它就咬。哦，对，因为它就一滴。好，来洗一下。我们有要不死，还要抽时间牌。我们刚刚是要先补血啊，不管。哎、欸，刚刚先，你还要抽 encounter 不是吗？翻面不用哦。翻面应该算吧，它是未知区域。对啊，所以翻面应该要啊，那就要再翻一次啊。怪会不会太越多啊？看一下，我们在第二页。没关系，就翻吧。两只老鼠，三只蟑螂。哦、小伙子付掉在前一张地图付掉你四个鲁诺，我要补两滴血。我回两滴，谢谢。危险的是他对吧？所以你麻烦是你自己不能自补。对啊，说哦，说我可以回几滴？你付两个鲁诺回自己一滴。哦，付两只老鼠。然后你的气势，你的气势要给我，我要发动激励，跟等一下要发动领袖，你要给我三个。你要发动激励跟什么？领袖，待会要发动激励跟领袖。激励是只要两个就好。哦，对啊，但还有战斗领袖，还好等一下看情况要不要。他只会抛气势，他不会攻击。那我们调整一下，分配一个。好的。对，他还有一个这样。三只蟑螂。所以这些随机，应该说詹玉。遭遇招出来的怪要优先放在那个怪物的格子来交易，除非他四肢满了，好，除非满 就放到临近了解。好，所以要洗牌对不对？蟑螂跟老虎都要洗进去了。蟑螂了，蟑螂没有洗，再洗一次，谢谢。基本可是他的特殊规则里面只有说我们的目标是冲到洞，所以如果没有打死老鼠跟蟑螂也没关系，也没关系呀、啊。看一下。啊移动移动几率再多移动，好强啊！可是最差的状况是工匠走不到，移动只能一次吧？几种？再次移动，移动移动，然后再激励，再移动。我有点看不懂。真的、哦，有人要垫底，所以我们乌鸦到那个洞是这个位置，所以这边还可以是才可以进去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能这边画这边，一定要这样进去。好。因为他是说要。那小虎，你们那时候玩的时候是有玩沙，我们是有沙。我们是因为我们就选沙、啊。因为我要第一个还是？他是说要把怪星空才能到下一个地图。嗯。又是我低啊。嗯。但是这一关就结束了，就没有到下一个地图。嗯，等一下我想一下啊，我想一下。来，我先发动激励，大家都有各一次机会。然后我发动那个战斗领袖。好，战斗领袖，我把我换上去，我们一样一人打一边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两个一人打一，我说他说要杀嘛、哦，所以我们一样，你我先逃开，谁走比较快？你走比较快，对不 对？你走这边，我走这边，然后你们两个往中间走，这我会来这里，然后你们两个走到我前面来，然后他会来这里探，啊，我们就可以边往前面移动，反正他走很慢嘛，嗯，对吧？也不要靠他打怪了，就靠这个。对，只要不要把气势升满就行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要换到最上面去。热门，对吧？耶，那就是王子先。对，啊，我们两个先走，我们两个先走，怪就不会靠近你们两个了。的确是，我们都快，他没事，我快死了。对吧？
好，那我先做我看一下走哪边比较安全。你可以少两只。哦。我伪装。伪装少两只。OK。我先做移动，我来这里站着。你应该，你走两次应该会比我远一点吧？你不会走两次还走到我旁边？走走两次才走两个，走两次走两个，不是开个夸张？好，我走，我先走。好，二，我先。我是这一只哈。对。嗯。一二，我先站这里。我先站，你要比我前面啊？应该。还是我过来打他？好，过来打他哈。对，反正你们先走，我再走哈。好，砍怪先。两个气势，什么情况？当啊你丢弃那个，我丢两个气势，这种秘密。可是你现在跟这一只不是相邻、啊，这样不算。啊，这样不算吗？没有跨过啊。这样还不算。那怎么过去？那怎么过去？那边还有一小个。对啊，它这么麻烦、啊，因为它这边没有整个跨过去。哦，哎，这个地图也太……所以你刚刚应该要走到这一格。那边还有一格，你对吗？你确定吗？吗？因为它那个地图上是说，只要它没有办法整个跨过就不行。哦，是，没关系，还好我刚刚丢了是四步，哦、对，所以我算。然后我现在用一个气势，因为我现在有可以用机，我用一个气势再多多打他一次，我再打，好，又是第二个气势，你丢。我这边等下，我这里我这里有气势，多赚气势，多赚气势啊！然后换你，不要就是一直吃气，换你，想骗我，还骗我妈妈移动的骰子，滋滋的。虽然我往这个方向走，对，这你要走这里跟这里，这里或这里，这边反而斜我碰不到，是吗？如果就可能要看一下有没有跨到啊。没关系，五步你可以走很远，所以这样没关系啊，反正你不管怎样都走不到了，对吧？那你应该是应该走这里就好了，对，走这里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？对，不行不行，他走不到。他如果没有比你前面就走不，你应该停这里就可以了。反正对，是，我就是停在那等别人来，那我就浪费一个攻击动作。哦，你就搜寻段搜寻。哦，好吧，因为我们要让他们在我们的后面，我们的附近中。对，那个快挂啦，然后那个，然后那个走很慢啊。好，都不要，我先搜索。有哦，加油！什么东东？是事件。有毒的乳酪啊！立刻受到一点中毒伤害。那我东东是什么？绿色的星星。绿色一下属。绿色的星星。有没有负面状况？衰弱还是什么？没有。它会持续扣。所以一回要扣一次吗？有吗？中毒啊！中毒又不是这个，不是那个。死亡寒冬，中毒不一样，对对对，就不一样。中毒只能够用解毒剂才能够移除，哦，不能回复，它就是藏住，它就解毒剂或是治愈魔法，不能回复就对了。好，了解，还行 ，OK 的，还行。来，老鼠，那我这盒基地给我们是为了，我基地给你，那基地不是为了，基地是为了他们两个种的坏。那你为什么不再走一次？因为不能走，又不能走太远。哦，你可以再探索一次。只能出国一次，也不是有几率哦。可是这地图探索过，可是你探索出来是事件啊，事件也是啊，那也算是因素。就是只要你探索成功是有事件的话，就不能探索。你看喽，如果是事件卡，对，就执行那个卡，它就是它的是，一旦它的是动作，是这个翻过就算。正确，它是搜索成功才翻卡的。对，它的窗口在前，就没有了。没有了，我就换老鼠。来，一人丢一个老鼠。对，一二。一。就丢老鼠啊，那就移动呗。这三只老鼠都死掉了。啊，什么东西？我丢老鼠的移动，丢到一，然后乌鸦就啊啊。哦，因为是以群体来计算。他们怪移动就是同一个种类的会一起。哦，就一起。就被乌鸦咬死喽！好快啊！那我们刚刚在干嘛？走过去就好了。我们丢二三以上了。我们刚刚最亏也是丢啊，所以现在要丢蟑螂是不是？蟑螂还没下一个，等下下一个就丢蟑螂。你丢丢，到底是咬死蟑螂会被咬死？你会被咬死啊？那也太假了吧！乌鸦是神救援哎、欸，只要是老鼠或是怪物执行移动的时候，只要是一乌鸦就会攻击它。哇，大逆转！刚刚的策略完全不需要用了，真的。啊，换你们来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！现在它还是有危机。最惨的是小红丢一，如果我丢一就立刻被乌鸦、没关系，你有气势，你可以直接站起来。对，因为主要都死光。
对，好，因为马吉诺斯跟大克拉乌鸦直接大树，干嘛空军？那我们刚刚走过去干嘛？我们就往前走。你们走过去干嘛？喊他。三，还好。一二三，没有四五四五，好，再走一次。用几种？对对对。哎，是用几种还是用？用几种啊？用几种就好。对。好，有人进去了哦，不要丢到一就好了。一二 ，OK， 好，下一位。入洞。我们就我们殿后以前对抗的乌鸦。二加二一三格。三三。好，几种？二一二三 ，OK， 好好，下一位。下一位。好，他往前走一格。对。其他都清了，我管你丢你的入洞了。OK， 好。哎，我被咬一滴耶。亏三，哎，一二三，几种？有这个的树根的，是不是不能算？哦，对对对，好，三在这。那就一二，好了，不是，我是五格，不是三，我三加二是五格，哎，我刚三加二是五格，哎，一二三四五，好，然后再丢一次，二加二四格，我进了，我一定进来的。我应该，我还以为我死在洞口外。恭喜你！好，剧本可以念了。侠鼠们终于冲到大树洞里。哦，急转胜呢！你知道这边有多快吗？对，快到丢两轮怪物群组一一。你们家发说明书才八分钟哎！刚发生什么事情？就是乌鸦就冲下来，就全部死光了。这个动作太强了！哇塞！就当他们，我刚才很认真的想要走。你刚才帮他想那困境，我真的觉得他这一句很奇怪，老树阴暗的根部，我怎么觉得听起来有点怪怪的？暗的根部，请你念标准。好的。突然从草丛中冒出来毛茸茸的老鼠脑袋，快往这边来！其中一只把他们引进曲折的小树洞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就让柯林跟他的伙伴们精神一振。快，即使是背后传来凶残的乌鸦和被他当作猎物逮到的恶鼠的惨叫声，也不能。停止他们的行动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他们走进了老树干里面扭曲的坑洞。他们庭院里面可以看清楚。乌鸦秒杀六只光。这边，这边，快点，这边。从庭院投射来的光使柯林可以看清楚前方那群友善的老鼠的面孔。什么？两只老鼠都拿着树枝磕成的长矛，有一只白色的跟一只浅棕色的。浅棕色的问说：“你们不是住这附近的吧？”柯林说：“不是，我们是从城堡来的。”浅棕色的老鼠说：“哦，我明白了，城堡里的老鼠脑子不太灵光。我不建议你们白天的时候穿过那个庭院，那只乌鸦的胃口可大，哦，吃的可多了。我懂，我懂，连蟑螂都吃，我懂。”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，那只就问说：“你们这些伙伴是从哪来的？”庭院白色的老鼠回答说：“树皮堡。”树皮堡在哪？就在这儿啊！他们走进树洞以后，来到一个非常巨大的洞穴，宛如一个老鼠城市。城市里面填满了整棵大树，到处都是一些微小的建筑。然后有一些警卫加入了队伍当中，他们被引导到一个环绕洞穴而上的楼梯前。伯里西很显然不习惯被这么多眼睛同时盯住。这时候，从楼梯上面的大树壁有一个大房子，走出来一个看起来比较年长的女性老鼠。她说：“你们是从城堡来的吧？”柯林说：“是，女士。”然后女性老鼠说：“我叫利尼拉，是这个树皮堡的市长。”然后这个时候她说：“哦，她就是招待王子们到她的大房子里面用餐、喝饮料。”然后她。这个时候，古诗虽然没有古诗，但剧本。他说：“利尼拉女士，你对我们真好，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有什么为难的事情。”因为利尼拉脸上透露出焦急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时候，利尼拉说：“我们的城市一直以来都是从城堡里面搜索东西为生，但是最近我们最优秀的游侠失踪了。求求你们，你们知道我的女儿莉莉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因为她女儿当游侠。就是弓箭手，然后第二章开始可以游侠在掩护，然后失踪了吗？哪个选项？就是第二章中他失踪了，第二章上去救。然后柯林王子调整了一下他的皮带跟配件，把他的斗篷往背后一甩。纳兹说：“
你有一颗正直的心，但是回到城堡是愚蠢的行为。也就等一下，到第二章还要再经过那个庭院再回去。那我刚刚干嘛扣我？所以我们那我们为什么我们知道要逃进那树洞？好好奇，因为是有人跟他说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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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他们跑到树根底下的时候，然后跑进去说这边这边，然后老师说拜托去帮我救他。对，这个不要出去，这个之前让我出去又要丢一，但我被秒杀。我原来他叫我们进去的时候是说你们可以回去啊，好妙哦。反正王子就是答应那个母老鼠说要去救他，说要救他。没办法，我心地太好了，就有点酷的那种剧情的发展，所以 OK 了吗？然后反正就是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对话，就是有人不赞成回去城堡，不赞成，我因为我们看到路上有六只怪物惨死，我们只经过五。但是马吉诺斯跟老头跟王子都想要回去救。没有啊，我并没有。我并没有在。然后佛里西原本想要发表他的意见，但是没人想鸟他。OK。对，所以他们三个必须要进入城堡去救莉莉，也就是那只母老鼠的女儿。嗯。对，回去的时候会经过庭院，但是接下来的地图就不一样，是水晶坑道。是。对，然后应该有个乌鸦。所以经过庭院，经过庭院还是穿过水晶。他都跟你讲，要经过庭院才是水晶坑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关 BOSS 其实乌鸦，你就要一起，你就注定你要死。为什么我们四只走进去就阵亡？对啊，我没有血量，主要是有血。我没血了，我只剩一滴。我刚也是啊，我刚就要一个死啊，我中毒用后先问一下，换剧本要不要 reset 技能或什么的、啊？不会继续玩吧？换剧本的话是身上的物品，除了基本装备之外，会重会、啊。那技能呢？技能还是会留，因为它是升级，就是你身上会保留的只有技能、计谋，就是你如果抽那个卡。抽到是那个计谋的那个，比如说逃走还是什么，然后跟你的初始装备会留着，其他的就会清空。装备可以留一件吗？没有吧？不是说会留一件有吗？所以这个共用物品啊，这个都要清掉。是。OK， 所以血量可以重置吗？那个整个重置就重新开始哦，全部都重新开始。但是后面最低一开始就要先收猫布哦，因为他说。在庭院里面，对，在这个庭院里面，在那个树洞的入口，就是要先特殊搜索猫布。就找猫布的一直被乌鸦，一直找不到，被乌鸦打。没有按照设计，搜索特殊搜索是云洞。按照它游戏的设计来讲，就是你会有很多道具，但是很容易挂。它就是不会挂，它只是说你被抓住，因为它是温馨的童话故事啊。